氢原子中电子在各能级的能量这样子。假设基态氢原子的游离冷是 x 焦耳，而电子从一要迁到三的时候，这个激发能量是 y 焦耳，求这个能量的比值。游离冷是把电子从 n 等于一移到 n 等于无穷远处所需要的能量。能阶差之间的能量公式这样子、哦、k 就游离冷再乘上高能阶二次方分之一减掉低能阶二次方分之一，所以 x 除以 y 这个比值，能量跟这个值成正比，这里一的二次方分之一减掉无穷远二次方分之一，这里是一的二次方分之一减掉三的二次方分之一，所以是八分之九，相当于 1.13。答案 B。氢原子光谱中紫外光区的第一条跟第三条的频率是多少？第一条是2到1，第二条3到1，第三条是4到1。频率，好，频率公式写一下。雷德堡常数再乘上这样子。所以跟这个成正比。好，这里1的二次方减掉2的二次方分之一。这里是1的二次方分之一减掉4的二次方分之一，所以这个算出来是4比5。答案猪。氢原子光谱中紫外光区能量最低的第一条谱线就是 n 等于2到1。